今天开始过另外一种生活，了不了解？参加户外活动，团队精神要做到，可不可以？可以。互助合作做到，可不可以？可以。学着去尊重别人，可不可以？可以。学习到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情，了不了解？了解。你们现在会不会嘴巴讲一讲，然后又忘记了？不会。如果有违规的话，应该接受处分，有没有问题？没有。这个处分很严重，多么严重呢？就是你上厕所，我都会跟着去你。了不了解？了解。有人手又放下了，举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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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看，有一个不举高，我就一直喊。我刚喊了三次举高，所以再举三分钟。喝什么？举高！我要你们手举到待会连搭帐篷的时候手都会发抖。今天中午吃饭拿筷子的时候都边抖边吃，是因为手。